你这样对我，这都是亲我，不是故意的。你没长眼睛你啊，你是不是瞎呀？看他那样也是瞎，瞎子这个。<笑>你个瞎子，哎，回家吧，出来碍手绊脚的。来，来，往前点，来来来，干嘛呢你俩？过去了。谢谢谢谢。你干什么你？你年纪轻轻的，一点教养都没有，穿的人模人样，一点人事不干。你啥给我多管闲事儿？你俩刚才经费我都录下来，你小心我曝光你俩。你给我等着！切，有本事别跑呀！你俩你没事吧？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妈在医院呢，我要去陪她。正好我顺路，来，我送你。没事，太麻烦了。我就是开出租的，正好顺路。那好吧，那我给你钱。走走走，好。姑娘到了，来来来，妹，你看着拿。谢谢，多少钱你自己拿吧。一共10块，我拿你20，再找你10块啊。来，拿着，姑娘慢点啊。谢谢谢谢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，你生不带来，死不带来。